男友发现我想去泰国男模餐厅。你自己觉得像吗？八块腹肌，我长得还比他们帅。但人家有泳池，有餐厅啊。泳池。哇。餐厅。还有吃的。哎，你干嘛？男模。萨瓦迪卡，吃过吗？帮我拿一下浴巾。你在干嘛？下水前拉伸一下。啊。你下来，我把你举起来拍个照，别当气氛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我不要。哎，Later. 啊，你好烦啊，我头发都湿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嘛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个礼物，本来打算女生节给你的。什么？我知道你嫌去头发麻烦，我给你买的追觅少光高速吹风机。这是断光红高定礼盒款，试过三分钟就吹干。有三亿铂金负离子，干得快还不伤头发，还是唯一带护发精华弹的高速吹风机，吹完头发都是香香的。那你快给自己吹呗。哇，这样看真的还蛮帅的，家人们。